我有事出门，你在家好好学习。表弟，来我家，游戏都齐。放开啊！放心，电脑房我换了特制的锁，钥匙在我口袋。炸！爸，尝尝这咖啡，哎，特好喝。哎，这孩子。慢慢回也来得及，我在电脑桌布上设了个陷阱，又能和他开黑了。我在按摩上认识了个小姐姐，没加好友直接聊了天，她打理很溜，长得漂亮，还很胃口，前两天约我一起吃饭来着。她一动桌布就是凤头萝卜，可以收网了。你没进过电脑房。放袜子的盆怎么在这？好兄弟，我力气不够，帮我拉下桌布。我一直在卧室学习。是吗？如果你真没动过电脑，空气质量应该是正常的。空气质量正常。他是相信他。爸，我有道题不会。就这样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好吧，你再给我讲一遍。第一步是这样。这道题你还不会？炸！简单，你还不明白？还不懂？还不会？我讲了这么多遍，你怎么还不会？爸，我这么会，你再讲一遍吧。我已经讲了365遍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听？第一步是。我会了，我懂了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谢谢爸。刚才好像有个人念过的，难道是小偷？我进来是关门了。刚才好像有个人影过去，哼。肯定是小偷，咱赶紧追。爸，我们不追了，那人是你朋友吧？你故意引我出来，其实他还在屋里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不超过2分钟，你朋友会自己出来。爸，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？不是你朋友最好，爸其实是为你好。桌布里的袜子是被药淹过的，但凡被熏晕过，不喷点这个特制药，臭味会持续3天。炸！爸，别骗小孩了，没人会相信的。一峰，我举报，我表哥的偷你钥匙还买不起。表弟，你可爸，爸听我讲。哎，一峰，那个偷你。你说这个呀，这是我头发定型用的，电网有专门买的，爱聊真不错。